本节目由靠谱的杜小满独家冠名播出，生意资金要周转，靠谱就找杜小满。好，中场开球。耶！哇！啥呀这是？你看到了吗？你干嘛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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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啥呀？你们俩，你看清楚了吗？你干嘛？我不知道发生什么。我看到了。吵起来了，吵起来了。我看到了，但是我想动他的时候，来不及了，对，过去了。五三秒是吧？开吧，你们开球。开球，开球。来，不慌不慌，咱不慌不慌，上。你们也这么赖吗？没赖啊，我们在禁区外面。我们在禁区外面。哎，咱，超哥，咱没尿射门，咱们四个人，咱可以传啊，咱。吵起来了，是，哎，注意，滚下去，哎，出去了，哎，好，给开了，巡逻，哎。进了，快发！现在他们的心态已经乱了，膨胀了。来，上！快 ！Yes！ 干啥，海涛？干啥呢？为什么每个球都是短的？不是，他们就俩人这么有压迫感吗？对不起。该我们看球了吧？嗯，我来了，认真了。哎，先让他一顶，传给我就进了。这太近了，不能直接扔。咋不可以？来了！哎呦！你干啥呢你？这进怎么进了呀？这球绝！这球！先让他一顶，直接传给鹿晗就进了。你们刚才这传的太好了。我们仨。你给老舅直接传给鹿晗直接踢。这一趴是专门让鹿晗来秀的，是不是？抓紧时间，来，走，往前冲，冲！哎，那出界了！不要搞这个行了吗？就是不要，哎呀！点球了，点球！你在干什么？是本能反应吗？看着啥都想勾一下。对不起，让一下罚点球。哎呦！第一三分才还有十秒。我们球，咱好歹进一个呀。好球，进了，谁呀？三分才结束。那我们回去训练室复盘一下啊！怎么回事？咱们下半场不能这么踢了。
咱得弄点战术。对呀、啊，咱不是有那个吗？啊、就是《西红柿首富》里面那个，就是一个人，三个人也行。裁判，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双方交换场地，来开球了。咱先第一个战术呗，超哥来吧，来开球吧。你在你这中间。哦哦哦。上上上上。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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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明白了，对，往脸上啊上，走，这个不算，没毛病啊，这球没毛病啊，这个不算，这个不算，这怎么不算？算吧，给他们算吧，给他们算吧。好，范老师，让他们进几个啊。咱们找到方法了，找到进球的办法了。导演组已经给咱们测射了。哎，人墙人墙，散开散开散开。哎，别啊，漂亮，可以，配合的很好。好，我们球。哎呦，好球！闪电战，闪电战，稳住！踢死！哎，凿空门，哥带进去。有。投球，耶、yeah! ！再好好踢两个，耶！那有没有感受到压力？有没有感受到？好球！我们已经节奏来了，非常猛。方大将军，我就一个要求。好好给我踢一下，好好踢吗？你俩好好踢，让我们感受一下。好，超哥，盯住他就行。等一下，我们也好好踢啊，不好意思了，好不好？对，黑旗长，谁也别惯着谁，好吧？好好进攻一次，认真了。好好进攻，上，来，走，散开，走。哎啊，哎啊！超哥，这球快吗？超哥，多大岁数了？这腿脚，各位，哎，开始了，哎。没人管你了，自己起来吧。黄斌，黄斌，人家没踢进去，我没踢进去。黄斌，你传的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往自己门里踢是吧？乌龙球不很正常吗？王冕已经开始踢乌龙了，他自己踢进去的。咱能不能换队？我守球吧，我是就是职业习惯，我就还是为了防守。对，我防守，你踢乌龙球是你有问题。我在防守你们吗？可以开了吧？不可以，等一下，防守，走。快去抢啊！又他踢进去了！耶！王明，往后跑，投球。
王冕，哎，你是不是错误的估计了我的身高？你得跳起来！怎么把我当姚明使唤？这谁受得了啊？好球！你踢我干什么？别踢啊你！干嘛呢？啊！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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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有没有夹子把它扔远里？真的，任意球可以发了吧？快发快发！我们的，王冕顶是的吧？对，你们的。我把范老师已经锁住了，锁住了。陈总，来加油，加油！去。去！别下踢，别下踢！咱们踢他了，咱仨要不揍他一顿，说不过去了。你干什么呢？啊！我兴奋了，刚才你是哪个队的？你是刚才人家都在后面呢，我把王老师都锁死了。你老爱踢什么？你不要动，你不要动，行不行？你在场上就别动，啥也别干了。最后一次给你机会啊！我没用，我没用。比赛结束，哎，8-5。嘿。二人代表队赢啊！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不客气啊，不客气。可以。不客气啊，不客气。可以可以，你们这是最佳球员是王冕。金靴奖。小臭脚奖、啊、小鹿和这个范老师，你们给你们的老虎想想名字啊。好，然后你们两个还可以指定他们四名当中的任意一人任养最后那只老虎，就看关系硬不硬了。那你怎么说吧，这还用咋说，这你们赢的为啥赢还不明显吗？我是觉得又哭了，又哭了，哥，你是靠眼泪来换名额吗？哥，这球踢成这样，谁心里都难受。我理解，要不就让给哥算了。我是觉得，范哥说了算，听范哥的。嗯。超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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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哥为什么选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超哥一直没有放弃。对。哇！耶耶！超哥吧，超哥吧，你这样，我把我权力给姚冕了。可以啊。年糕我给你了，取名的。行。因为毕竟你是最佳射手。好好。主要是你起不出来，是不是？交给你了。哎，面面，听说你这次踢了个乌龙球啊，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我踢球是真不行，但是我不行，不证明我的朋友不行。嗯，我有靠谱的朋友，有请杜小满。展示，看这身法，这技术，哎呦，球进了，果然靠谱，还得是杜小满。哎，而且资金周转问题他也能解决哦。咱们现在一起跟着我，我们一起去看我们即将认养的小老虎。啊，太好了，好了，来吧，耶！呼呼，王冕，你胆儿那么大吗？感觉像回自己家一样。我这不带食物来的吗？好好好。到越到里边，这个味道可能会更大一些。啊，老虎的气味这么大吗？对对对，所以说在野外的时候，这个老虎啊会在这个树上啊留一些味道的话，几公里以外，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其他的动物闻到了，就会知道这个区域有大老虎了。太上头了，来，我们从这儿进。哎，哟，哟，这么小，这么可爱。嗯。哎嘿，好乖呀、啊，这个。对。哎呀，太可爱了。小老虎。哎呀。嘿嘿，那只挺萌。哎，这。哎呀，这么可爱。小老虎。
我这吓到我了。哇，这个就是母老虎带大的了，会吼你。哎呦我的天，我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大了。哎呀，太吓人了。然后最里边那只吗？哎呦，哇，虎啸，好吓人。哎呦我的天，太吓人了，太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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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百兽之王真的是太猛了。这个是我们园区的这个兽医啊，专门给老虎的医生。你好，你好，用名啊，你好，这是我们这个也是奶爸啊，吕鑫。你好，你好，这些小老虎全是由他们来饲养的啊。这是营养粉啊，对，这是维生素，这是微量元素。它每天的饲料不一样，你看这有鸡架，有肉，把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放在鸡架里，它们好吃的快一些。这是几只虎的量？这个是整个我们20只小虎的饲料量。一天一顿，对，那一天就是一顿，吃肉的生长周期就特别快。你看他们八个月就已经长这么大，他们两三个月的时候才这么大点。来过来。哎呦，过抢了。哎呦，每个都分到他们嘴里头。哇。嘿嘿，这只挺萌。哎呦，哎呀妈呀，打起来了。哎呀！我这么点声就这么大，这么有劲儿，太猛了。他这种表现是什么意思？是找个安全地方？对，找个安全的地上，他们趴在以后然后再吃。感觉好香啊！他得吃几斤呢？一天三斤。你像小虎是小人，成年虎的话，12斤到15斤之间。成年虎一天那得老钱了。嗯。咱一天能吃多少斤？你一天能吃多少斤？你心里没数吗？你都复胖了。咱哎，哎，这嘿嘿，哦，哎，这个好乖呀、啊！哟，这太可爱了。那他们最可爱的时候啥样？大概在2个月到3个月的时候啊、嗯，他们会什么撒娇啥的？对，那是最好玩，因为长得小啊，他会跟着你蹭，是吧？对，他蹭你腿，蹭你的那个裤脚，来回转圈儿。哎呀，他们要饿了会喊你们吗？就哎呦饿了，有点说话。可能我们会每天，比如说定个时间段来专门这个时间段来喂他们。如果这个时间段我们来晚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拍门呢，提示我们一下子。我们一会儿就给他们起名吗？不是，那个认养的小老虎还在前面。那咱们去看一下咱们认养的。对。这里面有多少老虎？牡丹江、横道河子还有两个园区，加起来上千只了。哇！而且我们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东北虎饲养繁育基地嘛，我们同时也是中国横道河子猫科饲养繁育中心。我们不但肩负了这个饲养老虎的使命，同时我们还肩负着保护东北虎的使命。了不起。对，之前有一个完达山一号在野外救治的情况，是我们这边去了两个医生，我用吹管给他麻醉以后送到了我们牡丹江横道河的虎园，给他救治，最后放回了大自然。哎呦，这么麻烦！为什么我们要养这么多老虎呢？我们首先不是为了让大家观赏，我们是为了以后我们的后代还能可能亲眼看到东北虎在这个物种，对，这个物种还存在，不至于像大家现在我们的后代看不到真的恐龙。对。但是我们东北虎如果不这样保护起来的话，我们接下来可能就会在教科书上看到东北虎这个虎。可能在多少年之后就 对，因为已经好多的虎种已经没有了，不容易。那现在这么难，我们能帮点啥忙吗？为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忙了。明白。
那咱们去看一下咱们认养的。好，走吧。哦，这就是外，哎呦，这么小啊！哇，嘿嘿，好乖呀、啊，这个。哎呀，这么可爱。虎头虎脑。咱们右手边这三只，就是我们即将要给它取名字的三只小老虎。哦呦。哥，你看，看看。哎呦，哦，可爱。他好帅。我觉得就他吧。你就他了，这么可爱，嗯，这只有点这么活泼。超哥已经定了一只了，你们快，快，勉哥，快，咱俩一块儿，想一个，就这只吧，行，这只哈，啊，好啊，来，哎，五哈行不行啊？你乒乓你取了吗？没啊，这只能取一个。那你取乒乓，我们取五哈吗？那我就叫足球吧，也行。他那个叫乒乓，那个叫足球，乒乓，足球，那个叫五哈。五哈，那范老师那就是球球呗，就球球哈哈，乒乒乓乓，可以可以。哎，五哈，五哈哈哈。哎。你给他起了名字之后，他离你更近了。对，真好。而也是希望取了名字之后，这几个小虎更茁壮的成长。咱们上去感受一下饲养员的视角。OK。哟，这个感觉好啊！这个感觉好。好的，好的，好的。那咱们园区除了售票，还有其他的那个能收益的方式吗？还能做点什么吗？对，看怎么。对，就是尽量帮我们，一是这个帮我们宣传一下东北虎，然后还有就是东北虎保护啊，大家多多献爱心呢、啊，啊、嗯，可以经常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认养平台，我们的公众号。咱们是不是？给我们的这个东北虎园录个 ID 啊，可以啊，可以。未来有个大电视，比如入园口啊什么，他们可以滚动播放。谢谢了，好吧。好，来吧，咱们走。来来来，好，说整就整，一块儿来来。咱的全称叫做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那你领个头。谁说一个？欢迎大家来，来到黑龙江东北虎林园 ，OK 吧？东北虎林园，然后那个与虎同行，王者风范。哎，可以，可以。OK。试一下。来，一二三，欢迎大家来到东北虎林园。黑龙江呢？黑龙江，黑龙江。
来，再来一次，再来。来，一二三，欢迎大家来到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一起感受与虎同行，王者风范。Cool。哎，再还可以录一个，给全家合家欢推荐。欢迎来到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把你老公投喂出去。你这句挺好啊，你这句真挺好，挺好。来，我们把队形摆好，直接开始，来 freestyle 了啊！就每个人说一句。来，我觉得来到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感觉特别特别好，适合全家带着孩子来。对，要亲自来感受一下投喂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刚才啊，说在虎林园里面也挺浪漫的。是。这是段相声吗？这是段相声。光头相声捧哏了这。不是捧哏，问题停在那儿，没有内容啊。没有人说了呀。没有内容不得补上去啊。老舅，老舅接，老舅接。我这没接住。喂，王冕，王冕接，预备，三二一。来，我想问一下大家来到这个黑龙江东北虎林园的感受怎么样？我觉得这儿特别，哎呦，什么？你给老舅整懵了，整懵了，真整懵了。我觉得咱们呢，说点这个自己在这玩了一天了啊，来到黑龙江东北虎林园的感受。嗯，啊，范大将军，我就开始了。嗯，对啊，必须带着你的家人，带着你的孩子来享受老虎的这种威风。嗯，可以。正同时真的献出每个人的爱心，是的，真的可爱。对，而且今天我跟园长在一块儿，我感受的这确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因为我就是东北人，所以来到东北一看见东北虎那个感觉是的，是特别特别亲的。所以也希望全国的人民可以来这儿感受一下可爱的小老虎。对，我是其实挺自责的，因为我作为一个齐齐哈尔人，哈尔滨是我们省会嘛，没来过，从小就听说那个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一次没来过，这是我第一次来，所以很遗憾，那么不长心，真的早就应该来看看。大家真的有时间带着父母带着孩子来玩一玩，你来了直接就能喂老虎，对，亲自喂老虎，我们也会做得越来越好，让大家感受不一样的东北虎林园。好。可以歇会儿，睡会儿了。可以歇会儿。对。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儿上？啥地方？今天是腊月十七号了啊，过了腊八不就是年嘛啊，然后今天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叫杏林村啊。我们今天到的这个家里人啊，是就是两夫妻啊，乔叔杨姨，杨姨乔叔。今年呢，因为他们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在浙江的嘉善工作啊，没办法回家过年，所以听说大伙来他们挺高兴的。太好。哎，老舅，哎，你这边过年大概是个什么模式？过年主要就是串门，大年三十要么爷爷奶奶家，要么姥姥姥爷家，就是全家亲戚都去，在那儿连住上个两三天，完再换下一家。啊，那好习惯。对，特热闹。对，特热闹。然后就是你全家人都穿着线衣线裤，你感觉在一起咕噜了好几天。那个菜也是一直都有，玩麻将，大人玩麻将，小孩就是捡点炮出去放炮上。哎，你们管那个叫啥呀？就是我们叫啪叽，就是要啪叽，就有卖一张一张的，你捡起来。哦，有意思，就那个什么三国志啊，水浒传。对对，你圆的，你捡的那个圆的。哎，这你怎么会知道啊？我原来王啊，这么早就有了。隋唐演义，三国，水浒啊都有啊。吃小浣熊集一百零八将，哎呦，这当宝贝，真是拿这么一摞东西出去赢。哎，你们玩过那个没？小的时候玩那个，就是两个人打对抗的，拍拍爹。对，
还没毕业是什么都。就是这样吧，就是上子弹，上子弹，打，打，扛。没有这个啊，没玩过。没有这个。对吗？对嘛，攒波防嘛，不就是各种？对，然后开始还有什么攒波？对对对，还有波，还有怎么还升级？还有什么什么对对对什么什么这种 ？Squish squ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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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啥？你给我解释解释。小刀没玩过吗？小刀第一集搓，第二集 squish squish， 第三集滴答滴答，第四集玩了玩了。不知道，第五集龟龟，第五集就废五级血了，这你没玩过？这是啥？这是齐齐哈尔限定吗？你们就不，你们不，我们富二级老好玩了，我还是不富二级好玩。再讲点东北的嘎咕的。嗯？哎，确实，你教一点东北话呗。窝顶盖儿卡马路牙子秃鼻子，这 normal， 这都级别都 normal， 咱就说点他们肯定就是没怎么听过的。我再说一个，淤座。什么？淤座。嗯。吃淤座了。啊，对呀、啊，对对。哎，对对。啊，噎着了。啊，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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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顶了。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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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撑了，晕了，晕了呗。也不是，不是不舒服，不是不舒服。舒服，对，吃的舒服，吃的很爽，对，哎，对，鱼嘴、哎，这顿鱼嘴，对、哎，它是你看爽就是爽，对，但是那个鱼嘴在爽前面，就是比爽还爽，对，鱼嘴这词儿是咋来的？就是以前熨衣服，不老人老说你这衣服熨的不鱼嘴，嗯，不平整，不平整，然后就慢慢形容就变成一个状态了，就是很常用，哦、对对对对，嘎牙嘎牙子大牙子。我现在再问你一遍，那菜叫啥？你俩想想，你俩想想，就那个菜，今天吃超哥喜欢吃那菜。嗯，这个好好吃，这什么东西？那个是一种山野菜，刺老牙。嘎牙子，嘎牙子，嘎牙子是那鱼。那个撅菜子，一个了啊，一次。来，第二个看你能说出啥来。野蕨子，一不对，一人错一次了。来，错蕨子，你俩跟蕨子过不去。提示你俩一个字儿啊，看你俩谁能抢答上。刺，刺蕨子。超哥说了六个不同的蕨子。蕨菜子，错蕨子，刺蕨子，卡蕨子，歘。耍厨子，耍厨子，吃葱子。有瘸是吧？你俩都没有瘸，也没有瘸。子对吧？没有子，就没有子啊，没子啊，也没有瘸，有瘸，没有瘸。有刺，有刺，有老，有老，老刺子，没有刺，啊，刺老牙，对，刺老牙，你这整半天这个铁橛子那个橛子的，你们能干出这么多名也不容易，我就秘密的就吃橛子，这胡拉开出了卧铺的感觉，这。你们以前打比赛是坐火车吗？从原来的绿皮车，嗯，我不跟你说，原来这个上面放行李的，嗯，全部撤空，中间这么一个桌子，嗯，完了把这个自己的包全部的，中间这个是镂空的，嗯，就是一根杆子，嗯，完了这里横三个人，完了拿下来的上面那时候行李架还有一点空间，嗯，一个人上去，卧那睡，哇，然后下了火车就打比赛是吧？开始训练了，就这么完了。到逢年过节，买票还困难，就绿皮火车，过江西、过哪、上饶、鹰潭，到南昌，就一路这样叭叭叭过去，三天两夜。三天两夜开到哪？三天两夜到昆明啊，到昆明啊，要三天两夜。三天两夜，就这么过一路过来。嗯。我有时候真的回想起来，中国队也有精彩时刻，
你去看看2000年打韩国队那场比赛，从后场到17脚，韩国队没抢到，传中顶进去了，打日本几乎没输过，就这张窗户纸永远没捅过。那个你以前踢有特别紧张的比赛吗？踢到后面是麻木的，麻木了。我是整整18年国字号队伍的这个经历。93年那时候还算年轻啊，年轻叫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就上去就踢，就人的一种感觉。你什么没有的时候是很纯的一种状态去比赛的时候，你说白了啊，我们在吵，你随便边上再怎么吵，我只知道是干这个事情。6万人，五星红旗迎风飘，我要唱唱唱唱唱，唱完以后一进场站在那，眼泪要流出来了。6万多人在喊，听不到，听不到，人像灵魂出窍一样，哇，专注到这个程度。就听到同伴在喊，一上去，你说紧张吗？都不知道，这人已经像出窍一样在那飘，但是很专注，就这个球就知道怎么踢。就这批人，就现在大家总结的，不是说是最好的，可能是在每个位置上最适应的，真的是有一点运气，但是实力是前提。嗯。真是啊，对。哟，到了。来来来，欢迎你们！哎，全叔，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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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来且了，哎，来且了，阿姨穿的貂啊。雕泳，太行了，咱姨太带拍了。走上屋。那外边冷，咱们进屋就暖。进屋哪儿啊？哎，这都咱家苞米吗？哎，哇，这么多。来，进屋。挺亮堂啊，这屋整的。哇，哎呀，板板正正啊。叔叔带我们参观一下呗。没事，就像自己家似的，就像自己家一样。就那随便点啊。好嘞。哎呀哎呀，这整真干净啊。你家挺气派呀，叔。气派啥气派？我们这还不气派。这房子好像是咱叔叔亲自设计的。自己盖的。是吧，叔？是。哇，大炕。哎呦，我这大花呗。好漂亮啊。来，坐随便点啊，这到这样就到自己家似的。我感觉现在回我老家呢，你老家也是这种格局，没这么好。啊，那个咱们坐炕上热，坐炕，那个我说不该说的笑话啊，没事，真碰上活的了，这回啊。对，这小孩我也说。哦，是，他叫鹿晗。哎呀，我那小孙女就得意这个鹿晗，要看。是。他就是齐齐哈尔的，齐齐哈尔的，咱家乡人，不虚的，范志毅，哎呀妈，哎呀，老哥知道的，你也知道了，来，坐，你都坐，哎，好嘞，这些孩子岁数也都不算太大，我32，你32。完了，我一信了，我说32。一这样你猜一圈大家都多大？您猜一下吧。他也就是照实说，也就是30岁吧。哎，30岁吧。30岁超哥。姨，我再看看你呀、啊，你也就是27、28吧。哎呀，每个人都压了一下了。这个呢，小伙子。对呀、啊，这个顶多20，顶多20。20。哎呀！32。
啊，是，哎呀，哎呀，哎呀，第一季又年轻了，哎呀，年轻了。你看，你看他比他大几岁呢？他比他能大几岁？哎呀，他俩好像基本上差不多。嗯。班了班，我跟超哥整班了班了，你。你看你们几个都没我儿子岁数大啊、哦！儿子多大了？我儿子四十了。四十啊，七、哎、八三年。八三年。我七九的。不是你真，你这你干我。给大爷憋住了，大爷是想说点啥？一想着今天确实刚见面，也就别给大爷憋住了。哎，我让你一给他们整两冻梨，你看见没？那个是南方的美食吧？走走走走走，你走，别客气，跟爷爷客气啥？随便，到这家就自己家了啊。好嘞，不敢当。哎，我说一个，你别不高兴啊。咋的？你说。我没成想你长这么帅。哎，哎，强叔，我说的是真话啊。强叔，我在电视上看你。强叔，再说一遍，强叔，你再说一遍。我说没成想你长这么帅。哎，哎，哎呀，哎，在电视上你扮演那个角色都是很难看的那个角色。难看。没成想这么帅。那个强叔，你既然都发现我的帅了，答应我把这事传出去。传出去啊？传出去。那好嘞。已经传出去了。非而且特真实。不敢当，哎，长这么帅，长这么帅，开心。那闺女，这是，这是鹿晗吧？对 ，Hello，Hello， 是吧？发给女儿，嗯，直接播个那个，播个视频，打个电话，对，视频电话。我怕你有什么想法？没有想法，有啥想法？我们都住咱家了。哎，老麦孙啊，咱家来客人了。Hello 啊 ，Hello，Hello， 是你老舅。Hello，Hello，Hello， 妮子，我是你杜叔。几个人家？哎，还有谁？还有谁叫海涛？我姑娘叫海涛，我闺女叫海涛。她叫海涛啊？嗯，就说话的我闺女叫海涛。哎呀，那不就巧了吗？你叫什么海涛啊？叫乔海涛。乔啊，乔叔叔女儿。你这，哎呀。这主持人这记忆力咋衰退了？超叔，你的超叔来了，超叔。妈妈带着他的那个综艺节目那个邓超，什么邓超？有点隔阂了，有点那个代沟。你好。你好，你好。老姑娘，这位认不认识啊？哎，是不是？哎 ，Hello，Hello，Hello， 哦吼，那是态度不一样了，态度不一样了，态度不一样了啊！没有，我说邓超叔叔是，人家孩子明明还说的什么邓超啊？没有，他是表达不清楚，像素还是像素有点问题。他们现在在浙江这儿，浙江嘉善啊，浙江嘉善，今年回不来了，今年不回来了，不回来了。是不是跟女儿说两句啊？不用了。哎呀，这他看着了，他就那个他们那个感觉，今天过年吧，孩子回不来了，我这挺孤单的。看着你们了，他就心里也高兴了。太好了，没事，我们陪你们一起过年。有你们在呢，我高兴。我们都是您孩子，对对对。是不是热闹热闹多好？这两天得给你们添麻烦了。那没事，咱自己家这没啥说的。家的味道。哎呀妈，这看电视有时候看的是杜海涛做的，这回这真见真人了。哎，不是，杜海涛你真瘦了。哎、这几天还反弹了点呢。不过那个鹿晗长得是帅。没有。叔叔阿姨，你们到这就像到家一样，你们快坐吧。只要你们不洗饭就行，你们到自己家随便。哪有让妈站着的是吧？来，把大家唠得挺开心啊。让我们不开心一下。又来破坏气氛来了是吧，说总？又咋的了？怎么闯到我们家里来了？我到村里都躲不过你。
那个明天晚上咱就在这乔叔杨姨家里，也就吃这个算是今年的年夜饭。好，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我手上有菜单啊。哇，鸿运当头，步步高，猪蹄在手，可劲儿捞。嗯，酱猪蹄，要酱猪蹄儿。豆腐都福，锦上开花福到家，什锦豆腐。铁锅炖大鹅，香味飘过河。炖大鹅。对，哎，你帮我说这可好啊。嗯。酸菜白肉炖血肠，吃的全家喜洋洋。酸菜白肉炖血肠，这个你来一个。来来来，拿过来。来来来，拿过来。完了，他有任务，快快记。锅包肉。不是，快记。不是，吓死。挑几个，我们准备食材啊。什么拔丝地瓜吗？拔丝地瓜，这个皮冻也行。皮冻也好，好久没吃了。那没饺子怎么叫过年呢？对，饺子得有。杂粮一锅蒸，蒜泥肘子还挺。拌菜吃一个吧。哎，拌菜，可以，就这些。可以。这天弄得挺累的。我也是累的。有点累，今天早点睡。本节目由靠谱的杜小满独家冠名播出，生意资金要周转，靠谱就找杜小满。去海苏台，是不是？你还能海一个亲家了？此生无憾了。你还不如挨着我。哎，哎，青春的摇摆是阶段 ，Go Go Go！ 你太硬了，哥，是吧？让弟弟来，来吧。来，杨总，你那还有柿饼，毛蛋敢不敢吃？谁敢照亮一个毛蛋？大哥，这毛还在上面呢。哥，你这中间没烤熟啊？这个下火的，这也相当于一种水果。上微博回顾名场面，分享你的五哈三观后感。上微博参与哈哈哈话题讨论，和五哈团一起游历大好河山。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超级剧综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来网易新闻关注超级 IPG 频道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百度一下生活更好，上百度 APP 看更多精彩内容，上知乎搜哈哈哈，和知乎答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学外语看世界，用网易有道词典 APP， 有趣有料有爱的娱乐资讯尽在鱼罐头，共享创业就选竹芒，聊天斗图就用闪萌表情，真职位好企业找靠谱工作，上智联招聘。得稍微 hip hop 起来，可以。来来，贴春联吧。感谢微博、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新浪新闻、腾讯新闻、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号、百度、百度问一问、新华网、文娱、搜狐、网易有道词典、知乎、扎克、封面新闻、一点资讯、头条娱乐、竹芒科技、天意、爱豆、万招 style、闪萌、智联招聘、泰日报。至于整果娱乐、影视聚焦、魏饭、中华万年历、华语之声、一场超级一星网、环球在线、飞熊鱼罐头、小白娱乐、中华娱乐网、北京文娱网、环泰娱乐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简简单单的炒烩面，调味料用对了，那是相当好吃的。如果把烩面换成比较粗的圆面条，做出来就是我们常说的炒拉条。台风吹潮汐，火吹向你，咬一口热量冰淇淋，牵手漫步夏夜里，星星不经意透露进你的眼睛，消失的笑意被月亮照得透明，难得来的灵魂相遇。四个字，咸甜香脆，每一颗糯米上都裹满了这个蛋黄的香味。你们听到这个咔嚓咔嚓的酥脆感，不用怀疑，不用犹豫，你吃一口就会爱上。我作为一个咸蛋黄口味的忠实爱好者，只要和咸蛋黄搭边的任何零食我都爱。今天就来给大家测评一波咸蛋黄口味的零食啊，什么薯条、锅巴、饼干、蛋卷都有，看看啊，到底有没有特别戳中我心巴的。